模拟中国解放军在福建军演，由演转战占领澎湖武德机场，国军派出 N60A3 战车反击，炮声隆隆，强大火力压制共军。各位长官请注意右方，炮弹即将落地。总统蔡英文仔细观看操演，春节续缅第一站来到台海前线澎湖，由于共机共舰近年频频越过海峡中线，让国军疲于奔命。澎湖的部队位处重要的战略位置，各位都是身负重任，我要再次感谢大家对国家安全的努力和付出。谢谢总统，副总统春节愉快。蔡总统续勉国军确保战力外，更展现对国军的重视，政府启用新安专案建立现代化设施，提升官兵的居住与训练品质。今年度的国防预算达到历史新高的6007亿，这不仅代表政府对国军的重视，也是对国军照顾的承诺。那么未来政府也会持续的扩大对国军的支持。寝室都是套房的格局，那我们在平时训练下有良好还有完善的设施，可以好好休息放松。像我们这个新营社有新的室内篮球场，还有新的健身房，那我们弟兄都会利用闲暇时间去打球。蔡总统春节续缅第一站就来到澎湖，分别到了陆海空营军视察，除了要确保面对共军威胁，国军保卫家园不停歇外，也展现政府照顾国军的承诺。以上三立新闻黄燕杰、尤文博在澎湖的采访。